蚊叮虫咬可以好伤。点样知道自己系咪中咗呢个登革？个病人会出现发烧啊、头痛啊、全身布满咗疹，唔系一点点。做一啲冰敷啦，即用嘅冰剪，如果俾蜜蜂针到，可以踎低攞件衫冚住啦。有啲人咧，佢哋会浸脚啦，寄生虫咧其实都可以穿透个皮肤咧，系去感染嘅。即系伤口都穿透可以噶。认住呢个健康密码，健康关注组，今晚9点 ，Hi TV 77台。